口水都滴下来，你看我们的口水都滴下来了。叫他吃东西的时候要有 Q 铃，晓得不？没有。看，满满一大盆。富贵呀，握手，坐。富贵，走，握手。好。富贵呀，你怎么吃一脸都是呀？你看他不护食的狗。来。哎。哎呀，好乖哦。你吃到脸上去了，乖乖。买火炮不，富贵？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我们要放火炮了。妈妈牵着王富贵，然后富贵看到别的狗就会去追，然后你看，好多人看富贵哟。哥哥在洗车，富贵看到了，我要一起耍，跟我一起耍，等一下给王富贵洗个澡吧。准备给富国洗澡了，看，他还看到我拿水，哎呦，呦呦呦呦，来洗澡过年了，富国，哈哈，这是热水啊，热打连接的是热水器，那个干。再给王富贵洗澡，然后来了粉丝想要香肠腊肉，没有买我了哈，不好意思啊。吼啥子？你在吼？哎，咬到了，咬到了，这是我的玩具。哎呦，乖乖！这还没给他亲，他又跑到一身泥巴去了。王富贵，好安逸哦，这个吹的都舒服嘛，天哪，享受球的。哎呀妈呀！你娃也是一个享受型的狗。出去吧。看你在干嘛？汗都整出来了。看王富贵的毛，我出了一身的汗，然后这个毛啊，跟我身上裤子全部湿了。我现在要去换裤子了。